哎，为什么要喝酒呢？观众很想知道。地方妈妈需要酗酒才能有点舒压，你知道吗？地方妈妈怎么了？为什么要酗酒呢？如果你的男朋友不了解你，然后你还要面对工作压力，然后你看你的男朋友几乎天天躺在床上像智障一样，躺到这样快残废了，然后跟我说职业倦怠，我也很倦怠啊，我也很想休息啊。你怎么啦？你自己知道啊？我知道什么？我已经讲过了，讲完了，我可以分别品了一下吗？什么、啊？你可以讲啊，再讲啊。哎，为什么要喝酒呢？观众很想知道。地方妈妈需要酗酒才能有点舒压，你知道吗？地方妈妈怎么了？为什么要酗酒呢？如果你的男朋友不了解你，然后你还要面对工作压力，然后你看你的男朋友几乎天天躺在床上像智障一样，躺到这样快残废了，然后跟我说职业倦怠，我也很倦怠啊，我也很想休息啊。这个，结果你们两个在玩啊。我比中白起你的感觉。这个就是喝醉酒的李元静。我没有喝醉。但是最好会有人相信啊。我们全世界最好的男人，他不是男人，他是狗，那是我的宝贝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